日前，美国有线电台 MTV 推荐了 TWICE 的正规三集一定要收听的非主打歌部分，能让你看到不一样的 K-pop 另一面。而 TWICE 的专辑 Formula of Love One Plus Twice Equals to Love 在韩语 Kuro Last Words Push and Pull 和英语 Icon 和 Hellos 中都充满爆炸性的感觉，但令人上瘾的歌Expresso 是要推荐大家收听的。九名成员的歌声充满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弹性，仿佛他们的声音都被拉长成为了太妃弹一样。四年之前 ,TWICE 会以轻快和甜美或啦啦队的感染力来诠释这些歌词，但在 Formula of Love 这张正规三辑当中呢，那些邻家女孩已经演变回酷酷的女孩迷，就像咖啡一样，本身让人感觉强大。